在关田国小的对面那边，哇，这个稻田的道路两旁啊，好多的稻草人哦。几十个稻草人。哦，这个风没有很强，说我来拍还有点清楚。旧衣服都可以用来做稻草人，稻草人你看有竹子啦，然后变成十字架的样子，然后放牛奶罐了做画画，或者是用塑胶罐画画，画图案就可以，不一定要画人。然后斗笠的，你看斗笠旧的斗笠就可以了。哦，田里面也有。哦，我到田里面，哦，感受一下，哦，倒是一片金黄。这里关田哦，这附近哦，有关田慈圣宫，关田慈圣宫有供奉嬴政时期、郑成功、郑经时期伟人呢，哦，至于参军陈友华，至于参军陈，然后。他有开垦土地啦，哦，发展农业啦，还有发展盐业资源的，还有制造砖瓦，还引进福建厦门翔安引进宋江镇宋钢兵呢。现在高雄内门都有在办创意宋江镇比赛，创意宋江镇比赛呢。哦。戏曲学院表演来化妆成古代的人物，好像演过去的哦，文武双全的，很有看头，很有内涵，曾经多年多次得到第一名。哦，好多